早上会当好好坐下来食蛋糕啊。Well，咱今仔日是头一次正式约会吧？王雅纯，Sorry，迄天我伫学校是要重逢啊，我无应该害你误会。哎呀，不要紧啊，你嘛不是超工的啊，想叫阮大姐夫半路杀出来拍拍气氛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无应该变魔术给你看，吊你的胃口，害你俩成功，我要留你。所以，你无要留我？是的啦，迄天我只是要利用你来试探我介意人是不是会吃醋。你是要试探阮大姐？不是啦，我会当就抓。我对雅芳姐姐无任何意思。那呢，你介意人到底是啥啊？歹势，这我袂当甲你讲。你不管是啥，总拢是骨肉新闻，我袂够好，你才袂介意我。唔是安尼啦，你外表甲你的个性拢真好，只是，我无法度介意你。啥物无法度？有啥物理由讲出来听看卖嘛？因为你是查某囡仔。啊，无咧。我介意查甫的，我对查某囡仔无反应。我自细汉就安尼啊。不要！你今仔想要超过啊？我唔敢相信你是这样无骗的人。你拒绝我，我会当接受。啊，不过你更惊，我会跟你告告底。就编这款理由，在我面头前假装出轨。我无假装出轨，我讲的是真实的。我唔相信，除非你证明给我看。好啊。小叶，你给我。你敢不是张教授的学生啊？你即马相信阿芳，我介意的是查甫。啊，不过我不是啊！请一计划赢的，刚好是我的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